我们的主席吴主席有在场吗？他也把你们这个行程传达给我们，要求我们给予帮助。我要感谢梁里，感谢副总裁，我们马上答应给大家全力的协助。那么刚才我们的委员会主席啊，跟我们的委员会的几位领导，特别要求我还有张树林阿姨、张新总裁，我们成立一个工作队，来解决我们面对的很多很多重建家园的一些问题。所以各位，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非常复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过去的经验特别是张树林阿姨做过我们州的行政议员15年还有中央的部长张旭总裁文东人非常关心文东人这个发展，他也做过部长，也在政府内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我本身过去在文东救灾，特别是文东玻璃口184文具好多面对这个火灾的情况呢，我们一起走来，希望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加拿大的同胞，好不好？所以各位，那么我们也希望那么这个重建家园的这个过程因为它非常的复杂，大家都能够同心协力，大家都能够一致，大家都能够团结，在我们的这个重建家园委员会的领导配合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家园建起来，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建起来。